鸟台油管配站就用西部时间 WWW Spur Road。北京时间4月25日，掘金主场126-121击败勇士，将总比分扳成1-3，避免被对手横扫出局。约基奇得到37分，开场40秒就被格林戳到眼睛，但他在上半场就得到22分，生涯季后赛11次半场得分20加，是队史过去25年最多的。勇士一方，库里继续替补出场，得到33分，汤普森32分，水花兄弟空砍65分。掘金最多领先勇士17分，末节勇士一度反超比分，但还是未能逆转。数据统计，勇士汤普森32分7记3分，库里33分8助攻4抢断，维金斯20分，格林13分11篮板6助攻，普尔11分9助攻。掘金约基奇37分8篮板6助攻7失误，莫里斯24分，戈登21分6篮板，海兰德15分7助攻，考辛斯10分。本场之星约基奇虽然出现了7次失误，但约基奇依然保持很高的命中率，轰下30加的分数，率领掘金扳回一城。比赛花絮，开场40秒，格林的手扇到约基奇的脸，戳到眼睛，戈登不满和他发生口角，两人都领到记犯，约基奇的右眼被戳红了。次节考辛斯转身进攻，被格林打掉球，两人身体撞在一起，结果考辛斯领到记犯。考辛斯和主帅马龙都摊开双手表达不满。高光时刻，汤普森三分命中，开场手感就很不